现在7:10多，然后我们今天去洱海边看日出，天已经有点微微亮了。车里面充的充电了吗？昨天充了，充了1小时是吗？不知道，现在已经7:30了，那边的台日出已经出来了，车又坏了，但是还是打个车去吧。现在刚好7:40，日出是7:46，还有几分钟赶得到的，已经到了。好看哎，最早的都被人占了，早上好多人。7:45了，我们现在回北门菜市场吃早餐。对，没有等很久哦。我们又来到北门菜市场。油条吗？我不要油条，我吃包子。油条。哎呀，这个4块钱一斤，拿3个16。老板，不好的话，我会回来找。啊，对，薄荷包菜，14块钱。那个，你尝，你肚子比较好。啊，我不想吃。我搞了个包子吧。红糖，我要吃叉烧的。好，我也要一个叉烧的。我也要一个叉烧的。我还想搞个花卷，我在我们三个再搞个花卷吧，吃一个就好了。一个叉烧包是香菇的，三个叉烧包加一个油炸花卷，四个包子，两个鸡蛋，9块，大包小包，宋哥，还有我。老板，全部10块吗？6块2，这个小红书，这个就是我在三月街看到了，三色米糕。我们自己吃早餐，这就是叉烧包，跟广州叉烧包完全不一样。咬到了，你看，我这么小，峰哥这个多好多馅，看我的，感觉我们俩吃了个馒头，他吃了个包子，你看他们俩。好悠闲，一边晒太阳一边吃早餐。回来了，老板还没起床。我们这个钥匙还要还给老板呢。我们上楼晒太阳。才不到2个月，我这里都经过1个月了。要饭吗？你们两个播16吧。哟，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哇，好红啊！感觉看起来就很甜。好酸啊！吃饱喝足，现在。打个牌，斗个地主，出了贴纸条，打牌打牌，瓜子磕起来，第一把冲个地主，然后输了，贴纸，我脸都没看到了。我们现在去老仓库吃米线，妈这个99双，无人售货，无人售货那我怎么拿鞋啊？我穿39的。来，冲哥来试一下这双鞋，我们3个人每人1双，不可能吧？今天来吃好多人推荐我吃的老仓库米线，每人醋哦。我点了一份套餐，里面有个凉拼。啊哎呀，3样，我们3个都点了一个15块8的套餐，一煎鸡蛋、红米线，还有这个拼盘，凉菜拼盘，两个冰块。怎么样？开胃。这不是我们传统吃的那种米线，这是红米线。我们现在来北门做个核酸，北门这边好像是7点钟开始的。哇，这全是排队的，排到那里去了，这么远，太多人了，把我们吓走了，不做了，明天再做吧。反正我们明天也不去哪儿。我又来吃羊蓟耳块了，手揉的。这次我点的是红糖的，加油条，加火腿。来，宋哥又要，他不肯买，一直要我的。昨天我们威哥点的奶茶，我是麻薯的，哦，谢谢，豆乳比麻薯，对，这是我的，
这个是额外赠送的。是啊，这是送的。今天是躺平的一天。峰哥的早餐来了吗？你点的啥呀？我们今天晚上青旅聚餐，然后我现在来帮下忙，看冲哥在摘青菜。我芹菜。两个贤惠的女人。这一帮帽子戴着，我们不好意思。这还有条鱼，这什么鱼啊？这是弄汤吗？排骨汤。你看到排骨呀？排骨还要焯一下。客气，能不能给我配乐？可以，你弹个小星星，我给你配个小星星出来。快点好吗？现在6:20，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做个核酸，在这里不知道干什么。现在6:30了，这个医院这里的核酸已经开始排队了。我们走完了，现在排队排这么长了，幸好我们早点来了。我排了也30到40分钟。对，我们差不多排了40多分钟。现在7:20，我们做核酸刚好一个小时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开茶。看我们三坐这里喝茶，厨房里面好忙碌呀。看我们老板唱歌。不错不错，我们三个躺着等吃饭，去帮帮忙吧。去吧，冲哥去。这也是个咸猪脚，这个咸猪脚，咸猪把我脚上，走开。还有端菜，我们得动一下，不然被别人说我们好吃懒做。我咬一口行不行？拿一块小的吧。那还有一小块。可乐鸡翅吗？不是，我烧。还有个地三鲜呢。烤鸭、青菜、花椒炒肉、花生米、红烧鸡翅、水煮鱼，还有一锅汤。还有菜，还有菜啊？那怎么拆？把它移开吧。鱼齐了，过年的黑汁。哎，这一通小照片。打灯，打灯，快点，灯打起来。米粉好吗？青青还在那里吃，我们吃饱了，坐这里看电视。